芋头烧猪脚，作为闽南的一道特色菜，你一定要学会。猪脚冷水下锅，是为了煮掉血水和骚味。看吧，能煮掉这么多异物出来。捞起来，记得用冷水洗干净。锅中加入一勺水，一勺白糖，加少许油，不易粘锅。全程开中小火，朝同一个方向搅拌。主页更新了1000多道菜，每道都很详细。关注我，随时可以来找活菜谱。熬到枣红色，一定要用开水一次性冲下去，再用大火煮2分钟。熬糖色可以拿来做卤水，也可以拿来做红烧猪脚、红烧肉。它可以让菜肴色泽红润，冷掉之后不发黑。锅中煸香姜片，倒入猪脚。中火炒至微黄，加八角、桂皮，倒入糖色，加啤酒可以去除猪脚的骚味。不喜欢啤酒的可以直接加水。生抽、盐、老抽。猪脚不易烂，可以用高压锅，这样节省煤气、节省电。上气后压15分钟，等待的时间。可以来切点芋头，五成油温，浸炸5分钟，炸至表面有点微黄，倒在锅里再煮5分钟即可。从来没做过这道菜的，值得试试看哦。抖音。